新朋友咧上嚟同我一齊完成以下呢一個魔術，不如咁啦，請阿大便上嚟幫幫我手好嗎？俾掌聲佢好嗎？OK， 好啦，咁啊，首先我呢度有條繩啦，你幫我檢查一下條繩有冇問題先。冇啊。冇問題，好啦，到把教剪啦，繩同教剪咧完全係冇問題嘅。OK， 咁啊呢度咧條繩啦，咁我喺中間度剪開佢，啱啱咧啊下邊就幫我中間度剪開佢嚇。兩條一樣咁長嘅繩咧，跟住我哋開始非常之細，剪齊啲。啊，阿老細，係啦，兩條繩咧剪極都唔齊咧，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意思咧 ？OK， 好啦，呢兩條一樣咁長嘅繩，跟住落嚟我，不如咁樣啦，我哋咧呢個魔術咧可以。不如咁樣啦，阿大健幫我吹一吹呢個位置嚇，等等嚇。OK， 好，吹一吹佢。一條繩嘅。OK， 好，咁不如今次清楚啲喺中間度，我先再剪翻佢。OK， 呢度有兩條繩，好清楚嘅。如果可以將兩條繩變翻做一條嘅，大家覺得有冇可能？冇可能。冇可能。好啦 ，watch 一，只要咁樣咧，就可以將佢變埋做一條噶啦。Thank you， 多謝曬。咦？係咪好似唔係好夠係咪啊？好，唔緊要啊，只要手指先摸索緊1、2、3。咁呢個魔術咧 ，Nicky 做到咧係唔神奇。如果由我哋嘅老細都做到呢個魔術嘅話，大家可唔可以俾多啲掌聲俾佢 ？OK， 好啦，幫我剪開佢先。咁當然啦，我哋需要繩啦，係，喺呢度嚇。